林、龚嘉欣这天做客娱乐大家，为节目进行录影。虽然 Kitty 有份参演的《杀手》已经播完，但 Dr. Angel 的热度仍未减，还和在《反黑路人甲》饰演霸气大姐的 Winky 有两大恶人之称。就连 Lisa 姐也大赞他们在剧中的表现。他竟然是赞美我们，我觉得是，哇，真的，我感觉很大，刚刚真的一个前辈他说我们做得好，我觉得是很大的荣幸，真的。其实你被一个那么有分量的前辈去称赞，其实哇，你心里的哇感觉真的是很有点不好意思，可是又很开心这样子。希望呢，因为以前也是很喜欢看 Lisa 姐的剧，她也很久没有拍剧，所以我可能等一下偷偷走过去跟她说，哎呀 ，Lisa 姐，你什么时候拍剧啊？可不可以我们两个跟你一起合作这样子？反黑路人甲自播出以来收获不少好评， Winky 和张震朗更被封为神雕侠侣 CP， 有这么好的评价， Winky 也很开心。我们宣传见到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啊，真的拍摄过情真的很有火花，很开心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见面都可以说很多关于剧的事情，也是回味无穷了。这半年因疫情严峻，大家都多了时间在家下厨。 Kitty 早前也有拍片教大家做香蕉蛋糕。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些我弄的食物的照片，然后有一些网友就问我啊，你可以不可以教我啊什么，然后我就学会拍影片，然后我自己剪，尽量就把那个影片剪短一点，所以他们就比较看的时候比较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，就希望他可以在一个短的时间可以学到。